把这个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嗯。你会开车吗？啊，那个，我叫老公。老魏，你会开车吗？啊，那个，我会做 PPT。温柔点，小鲜肉，吓着他呢。多大了？啊，那个，我是20。不用紧张，把这当成自己家就可以了。当成自己家吗？哎，好嘞，老婆。啊？不是，你欺负老板干什么你？哎。没事，放松点啊！啊，不开了，明天找马经理报道啊！哎，好嘞，老婆。是哎，老板，你是不是过分了你？怎么啦？我都睡沙发两天了，你就不想让我回来睡吗？对，我就这样的。行，那我给美丽朵打电话，我今天开始我就去她家里。她要让你去她家睡呀？我叫你爷爷。行，我输了，我给你洗一个月的脚。Later。喂，美丽总。你谁呀、啊？哦，美丽总，我是优越的助理小马。啊、什么事啊？嗯。哦，美丽总，那个我家的沙发太硬了，我想换个地方。哦，沙发硬啊？那你换个沙发呀？啊、再说了，你找你老板。就这样啊，挂了。哎呦你妈！不是，哎，美丽总，美丽总，哎哎。给我洗脚，快点！不，先开门去。哎，好了。哎呦，啊，美丽总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可不，我听说你在这过得不好，快马加鞭就来了。你说悠悠也是，这么帅的助理，能让人睡沙发吗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哎，你俩干嘛呢？悠悠在呢，没走。我这都要接小马走了，你还这么淡定玩游戏呢？走，小马，咱没空，咱回家。哎，好软。哎呀，哎，站住！走，随随便便就跟人走了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你可别反悔啊！那个，我给你奶回家了哈。哎，弟，这就是我老板，天天让我加班，天天让我加班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完了，又来了，你看。哎呀，等我很久了吧？加班去。不是，老板，那个今天能不能不加班了？那怎么能行？不加班，咱俩吃什么？拿什么养你？快走。不是，我弟今天来找我，我想带他去吃个火锅。你弟，你飘了，你爸来都不好使。今天不是，不是老板，那个，后面啊。弟弟好，走，我出去了。走，吃火锅去。不是老板，那咱不加班了。加什么班啊？加班重要还是吃火锅重要？走，哎呀，出现在你们家户口本呢。不是，哎呀。